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5届 LG 杯决赛的第二盘棋，我是王瑞。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刘晶老师和我们一起啊在演播室关注这个 LG 杯的赛点，因为昨天第一盘棋呢柯洁已经获胜了。是。嗯。好，刘老师，那么昨天好像也是前天也是您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了第一局。没有没有，前天我没有在这里讲。我是在这个平台上看到了您在讲棋，也是。我是央视频。啊、就说大家其实很关注这个 LG 杯啊，没错没错，应该是我们春节之前的最后一项这个大赛。世界大赛的决赛了。而且是节前给棋迷朋友们奉献了一道大餐嘛。是的，而且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啊，这个各项体育赛事都比较少。是的，这个围棋赛是因为我们这个独特的性质，对，可以在线上进行，所以呢这个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呢也是先去赛场看一看啊。好的。今天上午也是8:30准时的进行了比赛。啊，这是申敏俊，来到了，应该是韩国棋院。对，他的比赛赛场应该在韩国棋院。啊，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进场是需要安检的。这个红马甲现在非常的眼熟，各项大赛都看到工作人员会穿着啊。对，这个穿上这个红马甲就表示他是监督人员。是的，啊，这柯洁九段。柯洁九段在第一局当中还是兵不血刃，对对啊，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对，可以说是完胜。而且听说他第一局实际上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啊，这是申敏俊大申。我看第一局的时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申敏俊，他当时穿了一件白色的西装。他可能是不是想要拿白棋呢？之前啊，今天换衣服了。我觉得他应该就穿这个衣服比较好。对对对，因为这个感觉看起来人会随意一些，是吧？穿白色那件衣服，很帅气，但是看起来会不会稍微有点拘谨啊？不过也是显示他的一种决心吧，我觉得有可能。但是因为第一局的时候穿白衣服输掉了，第二局就换衣服了。要换衣服，是是是。之前我看到采访申敏俊，他好像也比较小小的迷信。有一次下农心杯的时候，他第一天穿了一件格子衬衫啊，就天天就穿，然后天天都穿，做棋手。大多数棋手都会有这样的迷信。对，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吧。对，心理暗示叫得胜符嘛。得胜符是的。然后还有的棋手是今天如果输的话就把那件衣服翻过来穿。对对对，是就会把他平时的一些习惯给改一下。无论是换衣服也好，或者是做别的什么也好。对。这一个小小的心理暗示。那么好的，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棋局。这盘棋是很早啊，今天早上北京时间8:30开赛。对，是因为韩国时间是9:30LG 杯有一小时的时差。有一小时的时差，对。然后因为都是准时开赛，那么呢 对这一点对柯洁来说会稍稍的不太有利。对，我们中方稍微有点不利。稍微早了一点。8:30，如果我们赶上这个北京的早高峰是吧，就会堵车。你至少在7点钟出发吧，从家里。对。然后今天这盘棋第二局是柯洁执黑。对。那么呢这个布局好像柯洁在他现在执黑的对局里面就近期好像使用的也算是还是比较多的。比较熟练的布局。对对对。那是这样的，在大赛当中棋手应该是选择自己比较熟练的套路啊。对对对对。然后呢在申敏俊呢就是因为第一局输了以后据说在网上专门跟 AI 的练了一下那个专门的布局。肯定是因为对考虑到柯洁他喜欢用两个小目。那地区输掉的时候在采访的时候也是我听那个韩国的采访他们也是说了说是他准备好的布局，因为是地区是拿黑棋没有用上。这局是不是就是现在是他的白棋。他的白棋对。好，柯洁还是拿出他的这个两个小目手脚。然后白棋挂角，白棋挂角，这个开局也是现在比较常见，比较常见，也非常流行。这个飞起来
其实以前的下巴会不会是这种反夹居多？对对对，现在不管是紧的还是松一点，对对，现在会比较少了。嗯，现在认为不管你夹哪里，对它都会要飞压，它都飞压啊，它就会担心这一点。嗯，就是被一飞压，黑棋呢就被飞压的这一方就感觉有点不舒服，稍微有点局促。对，啊、就是说在 AI 眼里面认为，就是如果是你只能这样的话，会这个局部来说啊，这个有跳有飞了啊。不过这个在这个局部肯定是会稍稍会受到点压迫。对，嗯，其实真要这么下，这棋也是一局棋，啊，对，也还早哈，也是一盘棋，只是说心理上可能稍微有一点不愉快。对，对，然后呢，就因为这个心理上的原因呢，这个在这个局部呢，通常来说，现在黑棋是有三种下法，就有一个是实战这个飞啊、哦，第二步就是尖啊，这尖会坚实一点啊。第三步呢，就是直接尖顶。直接尖顶。对，这个是都有的。对，直接尖顶呢，就是取实地啊。对对对。非常的简明。嗯。这盘棋柯洁选择是小飞。嗯。小飞还是比较总的来说均衡一些。对对对，比较常见。哎，这个也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由于 AI 盛行以来，咱们这个布局其实也是多元化的。是。好像其实各种各样的选择，其实这个胜率相差波动并不大。是的。对。那从这一方面也可以体现咱们这个围棋啊，还是非常复杂的。太复杂了，即使现在有了 AI， 离这个围棋的最优解或者大家说破解它，我觉得真的还非常早，还早对，路还很远。好，现在白棋也是守了一个角，对，也是这个大跳手脚。嗯，那么呢，现在这个可以看见两边是形状是一样的啊，就唯一不同是这白棋多挂了一手。是。在我们以前学棋的时候，就是两面同行要走其中啊，这个是就这步拆边好像显得还是挺大的。如果十年前，我觉得黑棋的下一手应该对，基本上不外乎这几个点。没错没错。但是你看这盘棋，黑棋选择点三三。点三三啊，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现代的招法 ，AI 的招法。嗯。好了，这飞，那么呢？这个我觉得都可能众多棋迷们可能看的也比较多了，咱们就不在这多给大家介绍了。是，就是下成这样一个变化呢，基本上是可以说是这个在我们的对局里面出现的最多的那个形状，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其他的就是长这个和飞，就这两个是最常见的变化。对，嗯，或者搬了连扳。搬了连扳这个有，就像第一局其实就出现了搬了连扳的下法，但是要看场合。对，搬了连扳呢也是比较简明的一种下法、啊。对对对对对，实战呢，白棋呢显然这个是因为下得很快啊，他们那个两位棋手就在布局阶段，这个 LGB 用时呢是每方三个小时，嗯，然后完了以后呢是有五次的四十秒的读秒，对，四十秒的读秒啊，这个、它四十秒是稍微有点，一般是一分钟或者是我们三十秒，我们中国的棋战呢，基本上都是一分钟，要不然就三十秒，对。然后呢，他们是选择的是四十秒，我觉得跟他们的那个可能电视直播也有关系，有点关系，对。这个四十秒相对一分钟来说，其实我觉得还是快了不少。对对对对，而且是因为我们中国棋手这个四十秒的没有这个习惯。是，所以说一旦进入到双方都进入读秒阶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啊，当然不是绝对的，相对来说可能会韩国棋手会稍微的要习惯一点。是，所以柯洁会不会在前半盘他也想把这个用时啊，对对对对，加快一些，对，怎么规划好用时，对，要把时间重要的时间留到这个最后的关键时刻，胜负的决胜处。对对对，好，实战他是实战就白棋就选择简单的长一步，对啊，这个显然就是有备而来了。啊，这个脚步定型之后，黑棋拆。对，哎，这步拆边就是拆的比较大啊，就是说我们觉得好像感觉上从第一杆拆到这里，就是感觉就不错了。中线是吧？最中线应该是在心下。在心下面。可以考虑多过来一路，没问题。因为这里呢，留一个拆二的余地。对对对。实战他选择啊，柯洁九段选择的是拆在这儿。对，这步棋其实。我用意啊，我觉得首先就是，如果说你拆得这么远了、那白棋呢，第一杆肯定是要想打进去的。对呀、不然的话，怎么体现你这步棋拆得很远呢？那么第二个它的用意呢，就是下一步是没靠这手。这步棋是应该是有相关联的手段。现在因为是它这步飞呢，就是很好的起到了一个增值的作用。对，这个变化基本上，如果说白棋要搬下来，这步应该它是要断的。
啊，这一段啊，这个我们所说的榛子呢，就是榛这颗子啊，这一边马上出现一个榛子、嗯哎。对，现在呢，因为黑棋榛子有利，它这个下法是成立的。现在白棋打吃、哎，黑棋不怕。哎，对，没错，黑棋可以尝出来。对，我们看到这个子正好是起到了引征的作用。它这步棋离白棋这个近一点，可能会发生战斗的时候，它会起到很大的帮助。对，嗯。还有这个，就是说你一旦要打入，他就准备来靠这步。嗯，如果靠这步，因为白棋榛子不利啊，他是不能这么选择的。那通常呢，他榛子不利的话，他可能也只能这么选择了。啊，冷静一点。一般这边是没用的啊，那这边他往脚上一搬，你同样也这个打吃还是不成立。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假设白棋忍让，对，那黑棋先跳回来。嗯，如果说走成这样，那么就黑棋这个也还是算。有获得多少便宜咱们不敢说，反正是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嗯、是的，这也是这个大跳手脚的一个弱点啊。嗯，是，虽然它比较效率比较高，但是呢、这个脚步快，当然相对空虚一些、就是、对对对对，就是反正围棋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个平衡的一个游戏嘛，对，就不能你一方所有的都占了，比如说你这大跳二啊，又照顾到这边的四弟、嗯、啊，又多拿了十弟啊，那是又速度又快，总是有利有弊、所以要找到这个合适的分寸，对，要找到平衡。 嗯，好，那么呢现在柯洁意思呢，第一个他是准备下手要靠，第二个呢，就如果说白棋将来要打进来呢，他就往外跳，这个进行这边作战呢，就是会同时也削减白棋的这边的势力。对，所以应该是黑棋的这个思路。嗯，所以选择拆边，拆的比较远。啊，现在白棋马上先冲。白棋这步棋其实如果说有悟性的棋友啊，就对我们刚才介绍变化，其实也就知道他这步棋是什么意思。嗯，这步一尖冲可以看到，其实。看起来是在右上角，实际上它的用意还是在左下角。对对，这个角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依靠，是吧？对，它其实就是起到个引证的作用。如果还出现这个形状，嗯，白棋现在一打吃啊，突然发现这个子不能跑了。对对 对, 对，就现在无论依赖什么，它就可以考虑直接打入，或者是走在哪里。嗯啊、对，嗯，声东击西啊！声东击西，白棋这个意思就是为了先手防个引证，然后不让你靠这步棋。嗯，那么呢现在黑棋呢在地方正常来说它是要硬的啊，黑棋硬在这里，这步棋这两步棋正常，如果你要爬的话，它将来这脚上一脱落一虎可能会不太舒服啊。如果黑棋贴上来，贴上来是将来也是有，还是有脱了一虎。对对 对, 对, 对，嗯，就是说它这步棋从反击的角度来说是应该是还是可以的。嗯，假如果说不想反击的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直接尖顶，就把这个脚上直接拖三三的手段给消掉。对，现在围棋很有意思啊，你看走到外面的时候我不理了，对吧？因为你理什么他都要往脚上一拖，所以就第一眼看到尖冲的时候、可能会，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角的变化的时候、会有点迷惑啊。对对 对, 对, 对，怎么好好的在这个跑去这个五路尖冲哈、这个用意是什么？哎，难道他要围这块吗？会去这个猜测、但实际上这个正解是和这个角有关系。对对对，然后呢黑棋呢现在选择了夹击，对，这是其中的一种选项，这个夹击也是比较积极的下法、对，比较积极、那么呢现在就可以预见白棋现在要打入了啊，白棋现在这个打入也是一个眼见的好点，对，因为在往下走呢可能是现在也不着急啊，就将来再走的话，就是一不小心如果落后手的话，这个地方是非常大的，会把黑棋守回去、他就先进行战斗。刘老师，现在这个右上角如果白棋要行棋的话，基本上大概会是怎么走呢？好像总是还是贴下去，还是想贴 吧？这黑棋这边尖冲了不走，是不是还是想贴这个？这个贴上面还有这个压吗？这个压好吗？这个压应该也有，也有，压就是说呢，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被他正好搬起来了啊、这个好像有点凑黑棋的调子，这搬起来怎么办呢？对对对，你如果要搬这个，它正好把你顶断了。嗯，你尖的话，这时候就出来了。对，这个白棋有点对形状不好拿捏啊，不好拿捏。这看起来想压得很，显得很舒服，但实际上被黑棋搬的时候，下一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嗯，正常如果想走的话，可能是往下贴啊。现在呢，这个右上角双方就暂时脱先啊，脱先了。那白棋也起到了引证的作用啊。对，那么呢，黑棋的靠就不存在了。啊，当然了，黑棋靠不存在就不存在吧。我那边的战斗该怎么继续，咱们大家怎么继续的。现在的棋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经常在脱先，对，是吧？一个局部是的，就
如果找不到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点，或者这个很紧要的几所，那你就可以先换一个战场。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学习的时候，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啊，就是硬不好的地方不要硬了，就是要硬不好的地方就要脱先。我觉得跟现在 AI 经常脱先也有异曲同工啊。对，好，他现在打入，那么白黑棋呢？这里的应法它是反夹。反夹。跳起来。对，这个跳也是堂堂正正啊。堂堂正正，这个肯定要跳起来，都是堂堂正正的啊。接下来白棋这个这个阵头，我觉得这个跟以前咱们，反正现在这个招法跟咱们以前也差不多，现在并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哈。对。其实对，反正你要往这走，它肯定也是往外跳的。我们虽然说现在 AI 改变了很多这个定式也好啊，一些理念也好，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90%我觉得其实还是没变的吧。那毕竟那个人类也在这个围棋上这么多年了，对吧？是，还是很多的经验也是，不光咱们人类要借助 AI，AI 所有刚开始也会借助人类的一些信息。对对，就我们人类这个，有围棋以来应该几千年历史了，我们这几千年不断的进步还是有成就的。要不然人类也太笨了。这不容易啊。好，现在看黑白棋现在是正过来。正过来黑棋选择继续跳。跳。这可以也是堂堂正正啊，这个。完全都没有什么可说的。现在白棋是不是正呢，就是留下一个打入的手段。是的。白棋先刺。先刺了一手。这个刺呢，它其实用意呢，其实也还是在防止这个。现在呢，黑棋因为跳了这一手，那么呢，这步棋又存在了。它这个同样也是先消掉黑棋这个手段。对，但是如果单说这个刺，好像看起来有点损，有点对，有点俗也有点损。对对对。但是呢，它是一个急先手，照顾脚步。对，它照顾一下。对。他这个效率上还是不错的。对，我吐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这个申敏俊啊，大家叫大申是吧？韩国我们知道有99年的二申。那么他是因为他年龄比申真绪要大一岁，大一岁。申真绪正好是00后，他是1999年。对，他这个大申呢，而且他是这个李氏19段唯一的一位内弟子。对，但是我们从他棋风来看，好像和他的这个老师和李氏19段好像。没有啊，你觉得申敏俊的棋风是很刚猛的？你觉得像吗？很刚烈吗？刚烈，我们李世石呢就可能会好像也不能说他更刚烈。我觉得相对刚烈的话，他就是，李世石比古力来说，古力显得比李世石可能刚烈一点啊。李世石棋风在这个比较喜好攻击的同时呢，他好像更诡异一点。他们是这么形容当年这个绝代双骄啊，这个古力9段和李氏9段，说古力是九阳神功，这个李氏19段九阴真经是吧？都很厉害，都是这个武林绝学是吧？绝顶神功。但是呢，又这个又不太一样，一个就像您说的这个比较刚烈，对对是吧？对，一个呢可能是有很多这个很诡异的一些招式啊。对，九阴白骨爪了。对，哎，说起来今天。那正好也是古力9段的生日是吧？啊，是啊。我们这个八冠网祝古力9段生日快乐哈！是是是。那么其实柯洁今天就在今天同一天，如果说这盘棋获胜的话，柯洁就将成为这个史上最年轻的九冠王。对，就超越也是中国9段，也是中国棋手拿世界冠4冠最多的棋手。是，因为之前的古力，咱们今天的生日寿星是8冠。哎，柯洁现在也是8冠。我看到今天寿星好像还发了朋友圈，他也在关注今天这盘棋，就说静待9冠王的诞生。但是今天呢，这个如果说这个柯洁9段今天获胜的话，我觉得也是一种致敬吧，致敬自己的前辈，也是一代新人换旧人。好，那我们回到棋盘上，也是零。现在呢，就是白棋先防止了这个以后呢，打入，你看，其实从这个打入来看，就是我觉得申敏俊的棋啊，就刚才那个正好那个王瑞来问了，我觉得他是很刚猛的。你觉得刚猛哈？刚猛，对，他就是很多棋都是在要杀底的时候，他都不会手软。经常会这样被人家逆转。但是我给我的观感啊，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觉得人家长得比较和蔼？哎，对，就看着比较，就是有点敦敦实实那种感觉。从他棋上看起来也是，你如果说他的风格，我觉得更像
李昌镐九段、哦、就看起来好像更、哦怎么说呢？就是以柔克刚的感觉。没有，以柔克刚，我觉得小生还倒有点像。哦。但是那个大生还是比较刚猛的一个棋风。嗯、好吧，还是得到了这个师傅的真传了啊。好，打入。嗯。那么呢，黑棋尖出来。嗯。这个是要尖，这是白棋靠这个啊。哎，这个时候，这时候。黑棋可能还有这手黑棋的选择，其实还是有一些对，因为现在如果说花时间考虑，对，需要如果说简单的往跟着白棋硬，白棋简单一退，只能是退了，对，接住，然后呢，这个很明显，这个地方就被盖进去了，嗯，虽然盖进去是将来黑棋这个往下二路力还有这个手段啊，但是呢，从心情上来说，白棋应该是可以满意的，嗯嗯。这个胜利咱们可能都差不多啊，对，就是黑棋这是其中的一个选择，还有第二个选择就是既然说这么简单的硬那个不是太满意的话，那么考虑就要反击、嗯、对，如果要反击现在有哪些下法呢？反击要不然就是这个压，要不然就是扳，嗯，其实可能直接压白棋，如果顶这个断上去吗？对，断上去，白棋现在打了，打下来，贴住，对这个，对，然后黑棋因为争执不利嘛，对、嗯，白棋可以跑，对，嗯，可能会形成这个，现在黑棋应该就直接加了弃子完了再吃这三个，哦，嗯，对，下一手就看怎么样吃这三颗，那这样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的话，嗯。其实黑棋也不是，也是挺好的。对，这样的话就是另外一种格局了。嗯、对啊，黑棋是可以这么选择的，要反击。不过呢，就是说，脚上被白棋先取掉啊，从那个心情上啊，就是不是太好。因为而且韩国棋手都比较喜欢实地嘛，虽然这样的话就是黑棋先投资了，然后看看这里的攻击能不能有这个回报啊。嗯嗯，是。这个应该再走的话，比如说可能都不仅仅是攻击了，就是要吃掉了。嗯，这个白棋要跑的话就太辛苦了。对，嗯、但是要真吃的话，就是高手职业棋手吃棋，其实大家还是比较觉得比较难一点。嗯、是，嗯，但是也得看情况吧。这种情况，就像黑棋白棋要如果说真的要死掉往外窜的话，嗯、黑棋通过攻击，其实可能获得收益也可能比这吃掉可能还要大，哦、这个可能性是很存在的。就是这个图，其实黑棋确实是可以去考虑一下的，可以的，完全没问题。嗯。就虽然是个脚上先那个复苏了一些，对，但这盘棋呢，柯洁九段没有选择这个反击。对，柯洁九段的战术跟第一盘我觉得还是很类似的，就是先把实地拿住，他的应该是，哦、然后再静待那个大生来出招。对，哎，他们柯洁是选择了比较简单的下法。其实像这个变化啊，像柯洁肯定就是眼见了，以他这种顶尖高手来说。嗯，那么呢，他显然就会认为下成这样也没什么关系。对，嗯，这个盖住之后，将来黑棋，这两个子没有吃掉啊。白棋我们现在大家这两个子是有合力的。但是呢，如果说要是靠这样挤了断的话，其实是不太好的。就将来白棋还可以打了扳，这个。嗯。就是如果说吃成这样的话，黑棋倒不是说很这两个子吃起来就有点乏味了，有点乏味，对，嗯，而且下面空也没了。这样白棋这两枪都是先手，嗯，这个吃的小，对，那白棋所以黑棋要走可能不是挤过，不是挤过，他应该是二路地一个是最厉害的啊，哦嗯，二路地有拖，这边有拖，这边有挤有扳，对，啊，这种还有尖的手段，嗯，就是很多种手段。对，这一力呢，白棋是拿不住黑棋，拿不住黑棋的，嗯。嗯，所以这时候黑棋呢也暂时脱先了，暂时脱先了，因为让白棋自己再补一手，白棋往哪里补其实也是很头疼，哦，也不好补，也不好补，因为你如果说直接补在这里，那么呢将来这边还有可能这边要尖啊什么的，还要被黑棋各种，这个效率并不高，效率并不高，嗯，对，白棋其实它的目的啊并不是说一定要吃掉这两个嘛，它其实也是为了，嗯，破黑棋空的同时呢，首先也给自己整形，对，嗯，那么呢黑棋就抢大场，哎，这个也是眼见的好点，嗯，下面白棋其实是不是一直有心情在这里补一手，对，这个点非常大，这个点非常大，啊，对，所以现在黑棋抢得先手，站到这步棋应该黑棋还是可以满意啊，
差不多吧，现在形势，因为黑棋这边还毕竟还是先负，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嘛。白棋整形也整得很好。也许黑棋就是想赶快抢个先手，站到这一点。是是是是，然后那个全盘呢，大家可以看到，除了这一点很大之外，其实还有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是价值很不菲的，就是在这个右上。右上从一刚开始这个尖中一交换以后，双方都还没有起。双方把这里忘了。忘了是对对对。看起来像忘了的似的啊。现在该白棋了。对，白棋。轮到白棋行棋，白棋还是走了。当然我们是开玩笑，他们肯定没忘，只是说一直腾不开手。对对，他可能觉得别的地方更急迫一点。是的。贴下来。像这么贴这种这么大的地方，反正我可能别的地方不走，就第一时间就走了。对，刚才刘金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这里呢要走可能也是贴，是吧？是是是，这个也是棋形，棋形要点。黑棋贴起来，白棋搬二字头。贴完搬，这个是可以想象得到，黑棋就直接就搬了接住。哎，黑棋，那柯洁九段今天这盘棋还是还踩得很稳健，很稳健啊，是吧？你看这里就搬接，这里也是搬接，这边就是看就是这两点，柯洁的这个选择其实也是有他的道理。那么呢，现在这个接和这个扳，它是两者必得其一啊。对，然后呢，也让你这个脱了虎，它可以打上去。我们就说介绍棋风呢，其实刚才对这个大深的棋风，是一种评价。其实对柯洁九段评价这个棋风，好像大家的认识评价是比较接近的，大家都说灵活，是吧？就是他的这个棋风呢，不拘一格，我觉得是。对，应该也比较均衡吧。他的柯洁就是说，可以说他的布局、中盘和观子都是非常强的。但是你要说某一项比所有棋手都强呢，也不好说。对，但他的所有的项目都很强，没有短板，没有短板。是，你看这盘棋呢，黑棋的风格，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扎实的，是吧？我觉得就是他的战术，就跟第一局似的。第一局他也是吃白棋的时候，也是，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也是先把实地取了，等待对方来攻击，然后最后，自孤成功，然后反杀了。第一局我们印象好像这个大深啊，发挥的感觉没有进入状态似的。虽然说柯洁九段是一夜就失眠，但看起来这个招法看起来像这个大深感觉有点没睡醒。应该是他第一次进入世界冠军争夺的决赛，世界比赛的决赛，应该是内心有想法。我觉得会有点紧张，这个难免的。有想法就绝对有压力。你不管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你坐到棋盘前的那一刻，你第一个世界冠军就在你放在你的眼前啊！这个时候，你真的做到这个内心这个特别平静，我觉得很难，做不到，做不到。而且因为他和申敏、申真绪两个人，大申小申。二生是从小就被韩国棋界啊寄予厚望，没错。两个年轻棋手，现在呢，申真绪已经完全的，不管从成绩和技术上呢，可能是已经他是跟申敏俊已经拉开了一点差距了。对，所以从申敏俊来说，他内心这个急迫的想拿一个冠军，这个对，绝对是有压力的。我想到这个，我看到这个有一个报道啊，这个大申他的申敏俊的他的这个书桌前面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四个字，叫做先手必胜。就是吧？对，叫先手，听说是他的师傅这个李十九段送给他的一句格言。先手必胜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叫先手必胜。大概他就其实是一句韩文。但是大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师傅认为他的棋总来说还是有点偏缓。就是说你这个棋一定要下得积极一点。一定要争取要多进攻。就李十九段认为真正的高手一定是进攻派的啊，就因为他自己是吧？对，说真正的高手一定进攻派的。说人别人提问，那李昌镐九段不能算是进攻派的吧？他说，棋手是这么这个有这么一个成长历程啊，他先是进攻派，过一段成长之后呢，他又变成稍微保守一点，就是防守派。但是他再成长之后，他又变成进攻派，就这么周而复始，最终的落点，看山还是山是吧？对，最终的落点还是要进攻，这是李十九段的观点。是吗？那可能是不是很早很早就送给他了？很早很早，至少。我觉得至少在三年前，至少三年前。但是我看申敏俊的棋，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攻击型的棋风。是吗？对。那可能这个师傅更了解他的底色，并不是。有可能。好的，我们还是回到。我也介绍这个花絮啊，我也第一次听这样，聊八卦就很有兴趣。好的。
那现在黑棋白棋选择了接住，嗯，黑棋，那么黑棋肯定是要搬上来，嗯，白棋现在呢，不要随便去搬这颗子啊，对，搬这颗子被黑棋这一顶，其实反而是没有得到起到效果，这个地方是捉不活的，捉不活一旦是全部死掉的话，这个实地还是非常大的，是。这本如果被鲸吞掉的话，黑棋的效率太高了。对，所以白棋先来试黑棋的应手，觉得这个地方是无可厚非啊。对，这个马上是应手，哎，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对，黑棋肯定是要打，不然的话脚上就会留下余味了啊。嗯，那黑棋白棋现在就有一个做劫的手段。做劫。做劫呢，当然说一旦黑棋打不赢啊，黑棋。当然也可以接回来，也可以考虑接回去。不过接回来呢，这个味道就会变得很差了。就首先白棋这边有还有靠的手段，对，这里它不是搬，它是靠。对，所以靠就有点，比如说黑棋要冲，对，就断。那我好像只能长吧，还是打出来？打出来也不是棋，好像如果长，这个被挡一下是不是太难受了？首先它挡一下也已经便宜很多，第二它。不光能打嘛，这边是不是还有压的手段？哦，就是这个味道就味道不好啊、味道很不好。对、嗯，就算他先挡一个，再白棋挡完再跳，是不是就白棋就可以满意了？对，你说的很，因为这地方将来这个力还有先手味道啊、哦，这里有打了冲下去，嗯，这个就是说白棋这边就是显然就便宜了很多。对，黑棋越吃越小。嗯、对。啊、我们看见就是就算最简单这样，就跟刚才这个扳的被它顶住这个形状是完全两样的。对对对、嗯，何况还有这个刘老师说的这个有可能压过来是吧？对对对，但你更严厉的下法，你这个是比较简明的，简明的就已经是对对对，见好就收了，见好就收了，嗯，所以这个地方啊，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屈服。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棋啊，你越退让啊，你感觉就是对方越来劲，是吧？对对对对，你一定要撑住。所以这时候李十九段就说一定要攻击是吧、先手必胜先手必胜好提劫这个有劫先提嘛这是、嗯、找了一个劫然后提过来哎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柯洁九段这个时候当然有几种下法啊他现在其实下最狠的其实是藏这个那么呢，这个长这边就把这个味道先给补掉，对，那就让你来打劫。这个长非常诱人的一手棋，但是这个打劫确实是有点说不清了。就是白棋真的一旦开上来啊，有棋，白棋这边一断、嗯，这个怎么办？白棋这边有劫材的，嗯、这个断有点严厉啊。这断好像正常是要吃这个嘛，嗯、对吧？这样会形成转换吗？接住，然后再开上来，我们就简单摆一个变化图啊，再断吃，嗯，提掉，嗯，再一提，哎，这下黑棋没有劫材，黑棋可能只能对这个爬着找劫吧，只能找着，因为走别的它不硬了啊，嗯、可能被将来被白棋吃了，先手拐是，爬着找劫，白棋把它提掉了，要搬起来，应该会形成一个这样一个特别转换，也算还挺复杂的一个变化吧，对。这样的变化对在 AI 眼里应该好像还是也差不多，是吧？嗯，就是黑棋可能就胜率可能略略什么好了一点点，但是这个对人类棋是不存在的。哦，这个涉及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判断问题。对对对对对，那、嗯这个地方确实很复杂。嗯，但黑棋这边也获得很多，虽然这个脚上全部死掉了。对对对嗯，这白棋这个断也很损本身。对，非常损，而且打一个也很损。当然，上面的白棋能够。提子做活也是目数上来说也非常大。对，就是现在黑棋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都是切记都不能缩回去。嗯，要么就找劫材。对，柯洁实战就是直接找劫材。嗯，就是让就白棋要需要再来开劫的话，他就这边白黑棋就白多一手。对，就这边比在这里要有用多了。是的，所以这地方白棋是需要硬的。刚才这步直接长呢就是比较你说的刚猛刚猛刚猛对吧对就是双方都没有什么退路对这步靠呢其实是都留下一些余地没错嗯黑白棋他是先跟他走几步对他是搬长贴
然后扳了一手，然后再提结，他先提结。哦，对，他先提结。啊，这时候呢，现在轮到，按道理来说是轮到白棋找劫，是吧？是，要找劫财。刚才眼见的是这个断是一个劫财，但是这不断呢，就可能把很多东西都阻碍，因为黑棋这个没有查，已经没有开劫的机会啊。那么呢，就白棋这个选择呢，就会导致就是将来它只能吃这里了。那么这边就不存在了。对。它现在呢，保留这个变化呢，将来它可能还要攻击，还要经营这块棋，这块边的可能性。就现在这个白棋找劫不太好找，对，没有特别顺手的劫财。是。实战白棋考虑之后，他选择的是飞。啊，这个飞，这个飞其实是挺有趣的一步棋。挺有趣，反正第一感还是蛮奇怪的啊。对，会飞在这里，就是好像这攻击这四颗子呢，现在又攻击不到，但是对这边又有什么很大的危险呢？也谈不上。这步棋很有意思啊，刘老师。对对。因为我看到，因为今天这盘棋大家就是关注度很高，也有各种平台都在讲解这盘棋直播。然后其实我们那个观战的高手啊，对这步棋其实是看法不一的。有人认为好棋啊，哎，这个是很含蓄的绵里藏针的一招。对对对对对对。但有的棋手就认为这步棋这不是脱离主战场吗？这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个太缓了，是吧？哎，就好像有点截然不同啊。对对对，但是确实是，我觉得这个产生这两种看法的可能性是确实，因为这步棋现在这个形状啊，这步棋现在因为没有好的劫财啊，对，因为然后先稳一步，然后威胁到这边，也威胁到这边，同时呢让你自己来，这本来就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很高明的下法，但是呢，同时说，哎，这边打了劫，这边还战斗着，这边你不找劫，然后就跑，这个对呀，不痛不痒的来意思，感觉这个不像是劫财的样子啊。实战那确实不是劫财，确实不是劫财。实战啊，黑棋是长啊，这个一直是梦寐以求的一长啊，这个长太舒服，确实是非常大，非常舒服。将来棋的话，他可能就直接接住，相当于黑棋消劫是可以长着下，对，很舒服。这个一长脚步将来提的话，再提它就接住了。对，现在这边应该没有什么棋，白棋就这边会有一些借用，对，就将来这边直接断啊，就有点借用。所以黑脚这个实地还是很可观的。那么白棋呢？在这里飞了一手，和上面做了一个交换。那接下来白棋继续走到这里，对，要找回来是吧？要把这个损失找回来。其实我们刚才说这步棋是有一点争议哈，至少人类棋手看起来觉得，看法不一。但是 AI 给这步棋其实还是很好的评价了，是吧？至少我觉得它没有说降分特别多。对对对对，那就说明这个选点也算是选点之一了。对，好像略降了一点，但是这个还好啊，就是没关系。对，就是走这步棋是可以的，可行的。而且现在因为在有打劫的变化的话，确实是很复杂了。就选择的方向很多。对，这步棋可能黑白棋的意图也是把你上下，分开是吧，隔开，然后再来左右两边进攻去获得这个收益。对，你看接下来他这步逼住首先攻你下边。对，就是如果你想要攻，你要做活这边的话，肯定必然会上到这边。对 对然后他攻完这边再继续攻击这边。就这步飞其实还是蛮有功力的一手啊，我觉得挺好的。你得这个白棋，当然你这白棋得有后续的手段。没错。好，黑棋先靠。先靠白棋肯定要反击。那白棋是顶的。对，顶。顶的时候，哎，其实黑棋第一感好像总是要挡一下。但它肯定是要断嘛。挡的话它是要断的。然后黑棋可能这里还好活吗？只能是考虑一下。我觉得黑棋先靠的意思呢，就是如果它现在这边交换啊，比如说虎。白棋是无论是打还是走什么啊，就应该打一个比较正常。应该会打。对，将来如果再靠的话，有可能靠不到是吧？对，他可能未必会顶这个啊，你这边就会卖掉一些变化。现在呢，他靠完就是，当白棋反击的时候，那么呢，我再来走这边，那就是应该是看中这边了。这是一个次序。一个次序，但是确实是现在白棋很有心情，在边直接拐。这个拐，对，这个拐。非常大，对，好像这边就要起一块空了。这一拐白棋这个外势非常厚实啊，然后这个模样眼见的也是
膨胀起来了。嗯，但是同样的，因为黑棋这边就产生了一个断点。对对对。那么呢，他如果能处理到这个、处理好这一块的话，其实黑棋也是非常有收获。嗯嗯。好，现在黑棋断，白棋打上来。嗯。啊、哦，其实这个局部其实很复杂，很复杂。嗯，这个涉及到很多这个对杀的问题。首先，我们看能不能打劫呢？打劫，马上打劫，这个劫财不好找，是不是？对，没有什么劫财，没有劫财。他提完后，就是眼见的劫财不太好找，而且白棋是有劫财，白棋反而有劫财了，所以打劫可以先排除哈。对，第二个就是直接就不能打劫，咱们就接住。先接住，这个我觉得是。那白棋总要打吃吧？这个、嗯，藏这个。他是只能再爬一手，只能再爬，嗯，可以打这个。然后拐。这边先铺一下吧。这个跟气有关是吧？就没关系的话，他也可以走这个。这个呀，我敢断吗？这个你有点不太敢了。你可以摆，应该是试试是不能断的。嗯，这一场我只能冲。还是只能接住啊？哦。嗯，对，可以冲这个。这正好就死掉了。一二三，这个白棋杀气杀不过。四气和三气，这个冲是不成立的，他就要死。对对对。这样的话。满一气。对，白棋死掉了。嗯，那么就是当他冲的时候，你不能断。我不能断，只能我只能搬。对，我粘。说再补住，再补住。这样子黑棋倒是也能做活啊。啊，黑棋呢局部是能活。哎，将来关键这地方打一个，这地方是个应该是个劫杀。啊，白棋还没活。没活干净。没活干净，将来把黑棋这里一打，你局部应该是活不干净的。嗯。接就点，哎，就是已经不好活了，就是打劫杀，只能打劫了，是吧？走哪里都是，反正走哪里都是打劫，对对对，就是一个打劫，像不走也是打劫，嗯，就将来有的，但不过现在白棋可以先对黑棋发起进攻啊，是，那么这样就可以说也是挺复杂的一个变化，嗯，因为白棋自己脚步本身是有问题，嗯，那么呢，黑棋自顾起来呢，他应该还是有些头绪，嗯，同时呢，他先自己下面下方做活一块，对，但是因为白方可以争到这步飞，这个，哇，这边也起来一块，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形势还是很焦灼的，我觉得。这盘棋倒是，其实形势一直都没有拉开差距啊，嗯，是，就是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选择吧，是的。但是无论怎样，好像这个接住还是不接的话，好像对他起不到威胁的作用。很想接，是吧？想接，想接。嗯，但是这盘棋，柯洁九段他没有接，下的比较稳，他是单退。单退的话，白棋肯定就提了。嗯。因为白棋再长，被他接住就。这个白棋可能要被，这个不得了，这个脚上对杀，杀不过吧？可能有一个劫，但是呢。这个对于这个劫来说，双方如果说等值的话，黑棋因为走到这边，他其实他已经那个什么，已经有眼位了。对，已经有走到了东西了。是，打劫过程当中，黑棋其实已经把自己处理好了。对，然后这边还在进行打劫。是，这黑棋应该是可以满意。所以对白棋来说也没有选择。对，基本上他提掉这个，因为这吃掉这个子是没关系的嘛，嗯，吃掉他将来还可以断回来。嗯。所以退的话，接下来提和黑棋打应该是必然的。对。对啊，这样子黑棋呢也有收获。他其实就处理好了这个。处理好了，嗯，这里呢虽然被你吃掉了，但是他已经把损失降到最低。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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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基本上白棋因为飞了，哎，相当于找了一个劫财嘛，嗯，找了一个走了两手。嗯，黑棋总是要付出点代价的。是的，是的，不可能，而且本来就在白棋的视野。你毕竟上面抢到了这个长。对对对。啊，所以我们前面讲这个下棋，我比较掌握平衡啊。是是是，就是说现在如果白棋要断吃这个的话啊。那么这边黑棋抢了个先手，看这边飞就感觉都挺大的。是，嗯，这样的话棋局实际上还是漫长，还是漫长的局局。哎，慢慢来，不急。对，慢慢来，慢慢的也符合这个柯洁，显然是也就是在他的预想之内，也是想慢慢下的。对，就说明柯洁对下在后半盘，其实他对自己是有信心的。哎，至少说这盘棋来看，前半盘黑棋并没有很心急的这种样子啊，虽然离这个九冠王就一步之遥。对，但白棋也下得我也还算积极吧，我觉得像什么尖冲这种啊，嗯，打入啊这些，
还是要听从师傅的教诲啊。哎，现在说起来，这个李师师九段跟柯洁九段也是有很多这个经典的对战啊。没想到这个师徒二人轮番上阵啊。好，现在是直接打入。嗯。对，它上面这个顶上就是防止白棋这边上面出血，然后呢，白棋交过来的时候再把它吃回来。这因为不吃的话，被黑棋子虎过来，本身的价值还是挺大的。它目数很大，目数很大。吃完后将来还可以冲这个来威胁，这个、看看不能兜还是冲啊，都可以继续来威胁对对对、这个、这个黑棋。这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是至少十五目以上的价值，还不算厚薄。哎，算上厚薄，对，就是非常大。嗯。接下来看看黑棋，它是哦立加丁。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局部不是挤了过，是立下来。现在立下来嘛，他其实还是如果不走啊，就是说比如说白棋要冲一下，他其实很难受。哦，你怎么办呢？如果你要虎的话，这个就变成了先手啊。不，他现在不一定尖啊，比如说他就继续来走这个。如果说都跟着硬哈，那么呢，将来这个必然是个先手啊，我们把这个先手摆上。就可以发现黑棋这块棋啊，局部是没活干净的啊。哦、你要想活，你就说这么活，或者无论这么活，还是怎么样活啊？这个。那么将来他这边一手，吃起来就比较舒服，嗯、就一点味道都没有。对。而且是步棋本身就走到了很多的目数。嗯。就像王瑞说的，这个断吃，这个、接下来的那个后续的手段。对。又是有目，加上厚薄。是。所以这个力呢？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把这两个子度过啊，对，还是有点间接的来补强自身、就是如果说是个力、你白棋要如果说要往这边走啊，将来被他一拖过，那他什么一切都不用担心。对，所以高手的棋啊就是这样的，他尽量的把自己的子效提升啊，对不仅仅是走一步棋，不是说局限于他这个本身，他一定是在兼顾这个四面八方的。对。现在呢，就白棋这个地方当然是可以暂时脱先了，现在就白棋是要不要围这块，怎么围？嗯，现在倒是这个整盘棋的一个焦点，有焦点。嗯，现在就说如果说你要想围这块，好像比如说先在这边，无论是走到哪里，走到这里也好，这里也好，这里也好啊，这个一方面是来扩张啊，一方面也是稍微的接应一下这边。是、这边应该，毕竟如果是被黑棋渡回去后。白棋这地方还是完全没活干净的。其实就是像到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涉及到棋手的选择了，可能就是棋局的分水岭。分水岭，不准不同的下法就是不同的格局。对，其实因为感觉上这步棋还是挺好的，就是又不走的话啊，就将来比如无论是长赢好，就将来这个断是有些这个断会有一些收气的问题。这地方黑棋还在硬，硬完后这边可能会产生一些它会一些便宜。对，有味道。但是黑棋现在也不太会往这里走了、黑棋可能多半会要跳出来，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这个地方要跟着硬，被白棋如果这边再来一手啊，我们可以看看，那这边，哎呀，白茫茫的一片哈、啊。对，这个要全程控的话，这个黑棋很难去抗衡哈。是。嗯，但是黑棋跳出来也很有价值。因为白棋在走也不见得是先手对、然后这边到底能获得多少便宜呢，其实这都是一些未知数。是的、一旦跳出来对这边还是产生一些影响。但这两个点呢不能被白棋都占到。如果白棋现在飞的话，那么可能黑棋是不是也从这边飞过来。对，是的。就这两个点一人一个。但是要黑棋要围这块好像也挺大。对，就是白棋如果飞这个黑棋一飞。浅消你的时同时好像黑棋自身也不少这个也是消长的要点。对。关键这段还没有定型啊，就不知道会成定型成什么样子。这盘棋的用时好像一直都是柯洁是用时少一点。就是申敏俊要下得慢。第一盘是倒过来的。第一盘好像他用时都是一直比那个申敏俊会稍稍的多一点。多一点哦。可能昨天休息的比较好吧。这盘棋这个大身还是选择的跳出来。
他就是显然是认为是如果是强行去围呢、可能效果不太好，对，索性呢他就走这边，他这边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那这么正常来说啊，就是白棋要跳的时候，这黑棋这个尖出来是要尖的，因为在被封进去的话总是有一个段嘛，对、是这跟刚才那个不一样哈、那么呢白棋贴两，刚才我们说脚上黑棋都成空了的前提是外面没有被封锁住， 对这边一旦被封锁之后，将来这一段就复杂了，就会有一些便宜嘛，也会生气问题。现在他尖出来呢，当然黑棋其实这个尖是他获得了很多了，就是已经自然的消掉了白棋的很多潜力。是这个头，这个头出来之后，白棋的模样好像对，基本很难去成控了。很难成控了。但是白棋呢，获得了什么呢？获得这个利，这个利是有个先手的味道。啊，如果不走呢，他这个几是先手。这几黑棋在这，这几个得三，他就可以顶过。哦，对，顶又有先手，一顶产生一个挖。对，你要不挖我就搬过二路搬过啊，这个太大了，这个对，刚才吃掉的啊，吃掉的几个白子就被他连回去了，所以这个一粒基本上是先手。那么呢，这个呢，就是白棋为什么会选择？你看，好像跳一个，只是说简简单单就破掉黑棋这个空啊，对，它并不完全，它其实这个还有接下来的很多后续的利益，不过呢，这只是白棋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完了以后呢，其实形势呢还是差不多的，还是对，其实这盘棋确实是一直都焦灼啊，对，他就是并不是说白棋这个选择就比他去围中央要好，只是说他围中央对人类棋手来说，我觉得这个掌控不是很好掌控。对，我们刚才说这个就是这个，我看这个是82，82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分水岭啊，分水岭，就是看你选择什么样的棋局走向，是如果跳就是另外一盘棋了，对，就是围大模样，可能双方互围或者互破，刚才可能双方互围，现在就双方互破，是吧？对，我成不了大空，你也没有空，黑棋说不定也要跟到进去围这一块，那就是互围，对，就成另外一种。现在你说的很正确，刚才有可能会形成互围，现在呢形成了互破，互破可能是不是就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觉得。都小块格局可能比较好掌控。对，但是说到这个地方，这个王悦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我觉得之前下比赛的时候啊，以前我们下比赛的时候总觉得对方围的比我大。就是我们喜欢说这个棋有点横控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就觉得哎呀，我围的那么小，别人围的那么大，我要打进去。老看着别人的控比自己大，对是吧，就是去互破。不肯让他围成大空，哪怕你把我的破了，我们都破掉。对，互破嘛。就你围的比我大，互破我便宜了。这就也是一种心理吧，现在想想啊，就挺有意思的一种，对，这可能呢，但是刘老师反过来说，可能互破就是小哥这种小的小块的，可能更容易掌握一点，是，因为这个大空一看起来这个庞然大物，确实觉得你首先点目就不好点，而且你如果说尾有一块大空，对方肯定也有大空。对，所以说这个确实是，都是大空的话，那个其实变数会变小。对，是吧？因为你这个你这个很空旷的地方，它没不会再走棋了。如果都是小块的话，这个手数一定多，机会还多。对。好，我们看看小块的每个地方定型还都不一样。对，就总觉得还有机会，但是其实机会都是双方的，你机会多，对手机会也多。对，相对的。相对的，反正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对局，棋手对局心理还蛮有意思的，是横控，横控一定是这样的。那这么看起来，这个白棋跳也是有点对很控，他就会觉得对围的话黑棋大。他看到一跳，他不看自己这个很大，他觉得你上面黑棋围起来也挺大的啊，没有把握。他选择的这种实战下法，可能他认为，对他来说更好掌握一些，更好掌控。因为现在对白棋来说，就是说我现在不是有一大块吗？这块边还是挺肥的，对，就如果说这边是我的确定的实地，那么呢我如果就这边将来再走一手，在这边再获得一些实地，那么再看看黑棋其实这个角，这个小角加这个小角，这点其实对那个实地来看，实地上的对比来说，它是很容易那个来判断，对，相对来说会容易判断，是因为互围的话，这个点确实看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申敏俊这个选择，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也是正常的。而且这盘棋对他来说，他是背水一战呀，对，他不像柯洁，其实柯洁还是
赛点嘛，是吧？对对对对，但是对柯施敏俊来说，他不能有失，对对对，所以他可能更想要把这个棋局要不要这个不要一锤定音，是吧？战线拉长。而且我觉得这个想法应该柯洁可能更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嗯、就是他因为本身他是八冠王对吧、嗯、这个他的而且参加那个世界决赛的次数也很多，对，基本上之前才失手过一次吧、嗯、然后他那个在关键场次的也是一个大心脏的一个棋手、啊、绝对是绝对 是值得信赖的。相反那个申敏俊呢，他可能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拼搏的一个位置。其实说起来，其实这个韩国二申啊、嗯、虽然这个应该说少年成名、嗯、但是我觉得我们对申敏俊了解其实反而并不是很多，对，就相对于这个申真旭来说，是因为他这个成绩上来说好像还没有说特别突出的、嗯、可能也就是一次龙星杯的有连胜连胜，对对对、啊、五连胜还是六连胜有点不太记得了 嗯但是可能也就那么一回。然后其他的世界比赛里面我觉得打进四强的那个次数啊都是可以数得出来的，都有限，对，都很有限的，嗯，所以相对那个申真旭来说，我们的棋迷朋友对那个申敏俊应该是确实不是太熟悉。而且这个申敏俊这次他半决赛是战胜了这个朴廷桓嘛，对，他战胜他自己的同胞朴廷桓打入决赛，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没错，第一次进入决赛，对，嗯，其实特别有意思，这个。在此之后呢，他突然就陷入了低迷、嗯、状态低迷，长达两个月之久。就是韩国在他们韩国国内棋战中，就是反正怎么说呢？因为按照他的等级分，嗯、韩国第三嘛，应该是第三，应该是胜多负少、啊、对对对。但实际上那两个月呢，就是即使赢的棋也都是非常悬，嗯、要逆转啊、半目获胜啊，反正都像走钢丝。就是把运气都用在这上面。所以大家说这两个月他是不是在攒人品？然后直到这个决赛之前，嗯嗯、前几天他又下了一盘棋、嗯，在韩国好像是韩国联赛吧？嗯、那盘棋跟我印象是他是赢的谁啊？一个韩国一个年轻的中间棋手、嗯、啊，那盘棋确实下得好。嗯，大家就是我记得当时他们韩国这个直播啊、嗯，直播在讲解当中就说，嗯、终于看到这个申敏俊恢复了，对，恢复了、嗯。然后这个说是他看到那几个月他下来最好的一盘棋，嗯、然后那盘棋之后他又赢了一盘朴廷桓，然后他说，然后他们又评论说这个朴廷桓。啊，那盘棋朴廷桓发挥的不好、嗯，说你这是在为他 LG 杯加油吗，朴廷桓？所以他两次就加一次还不够，加一次还不够，就两次都是朴廷桓为这个申敏俊啊，嗯、就上升，这个是真的是踩在前辈的肩膀上，让他状态恢复，然后也恢复了信心，是吧？是是是，所以那这么说起来，朴廷桓最近是被二申轮番这个。提供出了肩膀是吧、嗯、自己的肩膀。嗯。好，哎，刘老师，我们好像看现在可以稍作休息啊。嗯嗯，我们一会儿看看这个立完后黑棋怎么应对。好好，一会儿回来。好，围棋。更多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现在白棋立、嗯、哈。是。立是其实是先手。对。看黑棋怎么防。因为我们说如果不走的话，它是一个挤了顶，这个就过了就太大了，这个不得不防、啊，不得不防。这个、黑棋确实是没有办法，嗯、因为白棋就是为什么要跳这手呢？他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力，看这个力是先手，嗯。那么柯洁这时候也很无奈，他是弯这手，嗯，就是防止这个。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顶这个先手就不存在了，对，这挖的手段。其实现在这个补棋，那黑棋补棋其实也是有几种，嗯、一个是实战弯，或者你就这么简单挡也能挡住，也是补住了。是，但是呢，就像网友说，如果简单挡住，从实地上来说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呢，白棋这边就没有弱点了，对，就是你这个冲的这个手段就不存在，那么白棋就不一定会往这边下死。对对对，所以实战黑棋，弯这么补呢，虽然。这个一路啊，将来白棋还是有什么大伸腿或者是这个小飞，白棋如果说有这样的便宜，将来对有一些官子的话，那么呢，至少是上面这个收棋将来也不存在这个断的手段。嗯，所以他补在这里，我觉得还是正确的。对，大局为重啊，毕竟对外面这个冲啊，有出现两个断点啊，白棋要稍微薄一些。对，现在所以白棋现在。直接拆在这里，嗯啊，他就是有点间接的防这个断点的这个意思。同时，拆过来之后，是不是黑棋这个飞的这个联络上，
对，有没有一点破绽？就像如果不走的话，它其实最简单的对，先补团一个、嗯，那是先手黑棋要你如果要联络的话，那就搬下来，马上就搬了啊，马上就搬下来，这搬下来手段就会非常严厉、哦、立刻就搬了，立刻就搬。我如果要断，就一爬，对，是吧？对，哦。啊，这个战斗应该是这个还有点严厉。你要加的话，他也是立下，他也要立啊、哦。对，这样子再断，他一拐。对，这个有点严厉。这个作战白黑的应该是不太行。所以黑棋要补。黑棋看看他是啊小尖的，嗯，这么补。小尖完。那么呢，就是我们来看，如果他还要走这个的话，如果他就是读过，如果他还要来，对呀、啊，可不可以啊？我是断吗？还是加？断的话一爬，再断那个，我、应该可以。啊，能现在能可以可以能断啊？如果你打这个，他就藏这个嘛。嗯，因为你打的话可以粘。对对对对，我不能打这个。嗯，你打这个可以啊，打这个他可以先团这个吧。哦，他先团是好棋。你只能爬回来。对。嗯，他再接住。我再接。现在就是，如果是你一口气应该是紧不住他的。嗯。对吧？对。如果你要松一口气的话，那他将来脚上一拖。一拖。哎，这应该就把白棋给杀了、嗯。是，应该没有问题吧？嗯。这个要只能这么紧。搬住，搬不住了，他就打了，打出来了，他就短吃这个，嗯，这不行啊，这打这好像黑的不行，打劫是吗？那这个还且慢，是不是黑棋还得再往上拐一手？先拐，那不能长了，那就这还不能先断，就直接这么来，先这么来。还挺复杂的，好像哈。嗯。或者，搬完接住，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啊。接住挡。挡住他这断先手，这拐先手、啊。这拐先手是不是就直接来就可以了？我单拐就行了，是吧？不，我现在直接来就可以了。嗯。哦，那个都不交换。断是先手嘛，随时都是我的先手。嗯。刚才我们是怎么来的？就是打这个。嗯。我现在就拐，啊，单粘贴这个，嗯，再搬，他可以单拐这个，你看，你夹住他再吃这个，这样白棋应该是不入子，嗯，但是现在这里没有搂、没有搂打，你搂他提掉，现在打这个不行了，他要打这个，这个也不能不对，就是完了以后，现在他就收气，反正好像白棋正好差一气，应该是吧？那这个尖出来补的还是挺顽强的补，挺顽强的，就是显然是柯洁显然是已经算到这个白棋这个手段是不成立、他应该才敢尖。对，我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我觉得要相信两位棋手了。是的。柯洁既然敢接，就不怕这样的手段。那么作为申敏俊来说，他当然也没有去下这样的，没有马上扳断啊。对，因为他不成立，他肯定就不能来嘛。嗯。而且这步交换太损了。实战他是小尖，先把你这个拖过。他是先。阻止你先拖过，嗯，将来可能是准备还是要往这贴，对，要进攻这块黑棋啊，然后他这条路堵住了，你就要求你从这边渡过、是吧？对你这边渡的话，他这边就不用补了，反正就小了，变小了，所以黑棋渡之前，黑棋先刺一手，这种是不是也是找一种步调啊？一种步调，而且可能也是照顾到这边，对对对，就是如果你简单的无论走哪里啊，嗯，就走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对，就不论你走在什么地方，就是他可能还是直接这一冲。嗯，这个他就一边收着木，因为有了这个尖以后，这个局部的黑棋其实已经是做不活了啊，必然得肯定要往外跑。对，嗯，所以这个刺也是间接的啊，照顾这边的照顾这边黑棋、因为这地方
马上就会多出来一个煎出来的手段。嗯，艾奇呢需要补一手，一手煎。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白棋现在这个顶应该应该是有先手的。这个顶是吧？对，不走的话，它应该是这个可以盘这个。这走别的不行啊，这立下的话就有挤、嗯。走这个的话就简单扳过，所以只能团。有团，嗯。这是一个看起来形状不太好看，但是是不是？但实际上有用啊。好像应该是黑的不太行。鱼形妙手，这样子这个笔气一扳了贴。扳贴它就收气就行了。收气就行了啊、嗯哦。好奇哈。嗯，就是它这个也是先手。有先手，有先手。现在白黑棋呢？白棋就把这几个子看清了。嗯嗯，黑棋这个点呢，就是同时他现在因为白棋这个分段手段也不存在嘛。对。他其实也是防着间接的支援了黑棋的这块弱子。那么对白棋来说，现在他的这个注意力就要集中在这块黑棋身上了。对，他肯定是要对这个发起猛烈的进攻啊。因为现在不仅仅是要攻击黑棋，你自己啊，白棋。嗯，也要注意，也要注意，你没有活境啊。对，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双方有点扭杀到一起了。没错没错，嗯，不过现在还好，因为白棋这些都有先手。对，嗯、白棋处境稍微好一点。对对。白棋现在先贴。先贴，看看黑棋的什么硬怎么硬。你要走这个话，它这个变成了先手。对。多一个刺、嗯、啊，就是本来现在对眼型好。现在就算刚才我们介绍说这个顶是先手，嗯、但是呢。你顶要卖掉、这个、对他不想卖这个不想走，但是你不走呢，将来你又要防着将来这个有这个样的手段，是啊，搬了一冲的手段，这里比较微妙，比较微妙，哎、这个白棋呢是有先手，但他要保留，嗯，所以他先贴，问一下你是硬手，你虎的话我就不用这个，对、嗯、不用这个顶了，将来他就有这个先手刺 就用这边的先手，对、嗯、啊，所以现在一冲的时候黑棋呢不愿意虎啊，不愿意被你这个先手刺、啊、他是反拐。拐、嗯。拐是什么意思？如果黑白棋挡住呢？挡住的话就不一样，他就算再虎他也便宜了，你挡他给先手提。啊。就是如果走成这样的话，他懂的话你是四个在白棋的嘴里面。嗯。啊、至少他的目数是便宜的。我拐到之后这个挤你气。哎，让他先走。你再打就变成后手了。啊、哦，哎，下的都很细腻啊，细腻，嗯，就先问你一下，哎，你是我硬手，我先试一下你的硬手，嗯、那不然白棋要把黑棋这个点先给占住，契合了，嗯，所以黑棋现在冲，嗯，你去挡下来，啊，这时候切记不能随便冲这个啊，如果冲他挡冲挡上，嗯，如果你要断这个，如果断。断这个的话，其实他最冲一个可能也可以啊，但是就算不冲，嗯、你只能是无论是接也好，还是走哪里也好啊，嗯、就算接住吧，嗯，接住他这个是先手啊，那、嗯、就简单这一冲，黑棋、白棋三个就掉了。啊，这个太大了，棋筋，这三个子是棋筋不能死。对，所以这个冲不能随便冲。对，走这个也不行啊，走这个他也可以倒冲。嗯，因为这地方白棋欠了一手棋。对。白棋这边冲是看起来很愉快，但实际上是帮黑棋下子。哎，这是一个陷阱啊！现在不能冲，是一个陷阱。现在啊，但是当然，其实这个时候黑棋也可以直接接住，接住的话，白棋冲下去，可能就不知道就会形成一个什么结果啊。我冲，嗯，我们可以看一下的，嗯，他就搬这，嗯，搬这个，嗯，住。对，然后这时候其实白棋还是，这个要补吗？这个补的话就变成后手了，这补是不是吃的有点小啊？这个不能再补了吧？不能再补了，对。可能得走这边吧，因为这边再被黑棋下手，这边被黑棋加一刀，好像要被全吃了。对，就跳到这里或者这样的。对他要出头了。出头的话，就是将来这边黑棋可以先手搬这个。嗯，这个很舒服。因为走不动啊，走这他接住好像不行的，嗯，你只能粘回来，嗯，那么呢，他现在可以先手提了，把这个也都是先手，哦，再把这接回来，有一个眼，嗯，也破了空，嗯，大概会形成一个这么样一个形状，嗯，嗯这样也是黑棋的一个选择之一，对，嗯，这里呢就不要急着去，一定要把这几个字连回去啊，是，其实是。
有时候你放给对手吃，他也不见得要吃。对，因为白棋现在还脱不开身。对，嗯、他是这样，我看看他。是，但他是挡住的。嗯，挡住的那么呢，对于现在白棋来说，他你刚才介绍是不能冲这个。嗯，那他就简单的就吃这个。提掉打吃啊。对。这时候补一手之后，下一手要冲。嗯。所以黑棋现在把这个粘牢。粘回去。对，其实这个图就跟刚才我们那个先手那个图，其实还不好说哪个好。就是不挡这个，直接粘是吧？粘如果说白棋也这么走的话，你可能现在不会来挡了。没有，你要先走这儿的话，我不会挡，我可能直接要走外面。对，就这手棋不会放到这儿了。对对对对对对。可能会放到。对，白棋还白棋先手走的时候，其实防止黑棋一手把它吃掉啊、嗯嗯。这里比较微妙啊。比较微妙。现在实战定型是。下成这样的一个形状，白黑棋接住，黑棋接，白棋现在要处理这一串白子。对，因为这地方不走的话，它还是有个扳啊、嗯，这是一定要小心的一个地方。是，嗯、所以白棋现在是冲这个。嗯，他因为我们刚才介绍，他不想就是先交换这个，这块是明显是先损。高手老是喜欢保留，喜欢保留，嗯，保留变化。嗯。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一保留吧，嗯，可能就这边有机可乘。对。就生变了，现在黑棋马上挤一手，哎，他就是要你生变。对，就你既然不舍得走哈，那我就你走不到了啊。过期了。不，现在呢，其实可以看到啊，现在就是白棋走这一系列手段，包括尖，包括走这个，他并不是说为了什么目数，嗯，他就是想要攻击这块黑棋。对对对。那么呢，黑棋呢，现在也上面也不想走了，就直接要挤，要求直接过。就如果你要主动的话、嗯、明显你这边就有弱点。对对对。如果说黑棋这个整个全部连通那么呢这盘棋就不可避免的就要进行比控。对。比控的话白棋现在全盘是这一块啊这一点。嗯。就是对于白棋来说他反正至少是他这个攻击他是落空了。嗯。嗯。如果被黑棋这个顺利联络的之后那么黑棋全局变厚。对啊，白棋我们刚才说的这块，可能就要被搜刮了。对，它一旦这边白棋薄啊，就是自然的这边的中央的空啊就很难围起来。对对对，这棋一薄，你可能目数就要被扣分、嗯、我觉得。扣分是嗯。好，这一挤，看看白棋是怎么应对啊？白棋现在就白棋不肯让他度过、不肯让你黑棋度过，白棋反击。对，就反击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是反对这个风险就是，你看是度过了，但白黑棋一冲，嗯，对，这时候不能挖啊，挖的话它可以吃这个。好，这个有气的原因，这一团，对，这个勺子一挖出、就成打结了。对，嗯，所以它冲。冲，这黑棋现在是先获得了，哎呦，把这个接出来真的是太舒服了啊。黑棋这个。这条线出来之后现在这边基本上是就增加了很多实地对对对、现在白棋肯定还得接着硬啊、现在呢黑棋现在增加了实地那么呢现在焦点就变成了这块死活的问题了止步的问题、白棋显然是想一门心思的就开始要发起进攻了对这块棋应该说黑棋在这里是捞了一票嗯捞了一票之后你就得来治孤是是是先捞后洗是吧对你看这个申敏俊这个棋风还是很刚烈的、你还得验证自己的这个判断就是因为你看他本来是明显本来就是大家普普通通平平常常、是完全可以就是收控的对因为形势还是一个很焦灼状态搞不清的我们只能说是这个以前说我们不太了解这个申敏俊啊、现在看起来申敏俊和他这个外形看起来是比较这个忠厚老实的并不是这样子不太搭 不太搭配哎这个棋风他其实是绵里藏针啊、现在对黑棋来说呢，现在的目标就很明确了，做活是吧？嗯。看黑棋怎么样来。黑棋这边看起来是捞了一票、对。然后呢，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白棋如果正常收束的话，其实应该是一个两分的一个局面。所以黑棋在做活的同时，切记就是不能损失太多。对，现在这个格局啊，就是并没有到，就是你只要活了就行了，就已经稳赢的这种程度。对，就你活还看怎么一个活法。对，比如说现在这地方要有一颗黑子，那么呢，现在我真的可以说活了，该黑棋下啊，就是活了就赢了。对，因为他把这一块全部吃掉了。对。但是可以看见，其实虽然他这边很厚，但将来白棋还是可以跑出来的。对，所以现在。当然黑棋其实现在这个可以看到中府还是比较空旷的，对黑棋来说做活好像并不是特别困难，我觉得对，看起来应该，但是他因为是不想损，对，比如说他我们正常说往这边尖，然后他白棋肯定必然要跟他硬，但是这边白棋只要多了几个子吧，顺势就把这几个子连回来，你这几个子还吃不掉，那他就刚才我们说的，他并不是做活就能赢下来，而是就是把这块吃掉情况下，那么呢再做活，这样就是到现在棋局其实还是咬得很紧啊，咬得很紧。啊，黑棋跳，这个也是正常啊。对，就反正往他空里面去。对，这也是柯洁的一贯空里一贯的下法。但是这步小节感觉上这个有点凶悍啊。有点凶悍，就是说他是要求活在你的空里。对，其实按照这个现在的思路嘛，就白棋这个下法来看。我觉得黑棋只要往前面一跳，可能对眼形上来说会丰富一些。他是不是觉得，比如说被他这种刺一手围住？应该不会。这个白棋如果说想围这边，这边不用走，他怎么着都可以围到这里。这个白棋要围到这一线，应该黑棋是完全没有办法。按逻辑推理，应该是不够的。对对，绝对不会发棋吧？他而且要注意白棋啊，他其实。也没有，他就提了一个子嘛，这个子是后手一只眼。不过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来看看这边到底是有没有眼形。哎，对，分析一下，关键的一个、分析一下黑棋的这个死活问题。就说如果这边已经有，因为黑棋这个打四是先手啊。哎，对。假设如果已经有一只眼，那么这步尖进去可能还是比较凶悍的一步棋。我们来看，这个打是黑棋的先手，对吧？这个打是黑棋的先手，如果说。我们就这个四个就不拿起来了、这个地方白棋想要破眼的话、比如说我们要搬这个，那我肯定要挡住，挡住点，你挡挡上啊、这个不能走别的，你打四这个没用，这已经提起来了，打四的它只要渡回去、你这个这是个假眼，我只能挡，挡上啊，白棋渡回来，我再打吃啊，那么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打劫眼，对，但是这个打劫眼，因为黑棋这个只要龙往外跑，它必然会产生很多的本身劫材，对，是绝对不会怕的，可以当成一只眼来看的。好，这那就说明白棋这副搬了点是白不用担心。那如果直接点这个呢？直接点这个，一看就是好手啊，一看就是妙手。这一点，那我也没办法，只能挡啊，先挡吧。挡啊。挡，如果我们跳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跳这个，但是这地方最好是不要交换啊，交换的话这个棋这个就没借用了，应该是还是看成这样吧。跳的话现在你这边打是先手，王瑞没有，不是这个吗？就是这个这个棋好棋，现在顶这个没用，顶着你管一个就是眼，对，我一冲，对，有一只眼、就是、如果他走这个，我一扑，对、完全正确，做出来了。他这个好紧张啊！他这个打先手，然后这一打吃皆不归。对，就说明你点完后，他还是你跳的吧，还是有眼。但是人家可以跳这个呢。跳这个好棋，对，跳这个。跳这个，这个就不要打这边一个挖，单，不打这个单挖。对。单挖好手。就是只要不交换这个，其实底下白棋想破眼的话是要费脑筋的啊。对。就说现在不交换的话，其实这个棋黑棋是有一只眼，我们觉得有一只眼，打劫眼，但实际上可能不一定有眼。哦，我知道了。就说现在这个局面下啊，确实是有可能有这种，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摆了一些变化，对，有摆了一些变化，就是表明上黑棋是有眼的，对吧？因为如果说下面真的有眼，对他这个自估会有那个下法，那这完全是两样。刘京老师在这给我们做了很多铺垫啊，对，是。这个铺垫的意思就是说，刚才摆了很多变化，确实是很妙，而且呢，最后的结论是，如果我黑棋不交换，
就这么放着，实际上是至少有一只后打结眼，就是让白棋他觉得看起来应该是有眼的，至少有一个打结眼，对吧？后手一个就是有一只眼吧，对，可以算作是一只眼。打结黑棋就算可以忽略，因为有很多本身结嘛。如果有一只眼的话，然后在中府再找出一只眼来，那这个任务难度会比较简单，比较简单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出来，就是黑棋为什么要尖这个？对，因为他显然是认为下面是有眼的。就是如果说下面有眼形的话，他往里去，那只要我在外面做出一只眼来，其实个难度并不大。对，对柯洁来说，他觉得这个做一只眼，他还是觉得很有信心的。很有信心的。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接着看啊。这个是白棋这个尖，正好是下在那个形状眼形的要点上。要点上，那黑棋既然尖了，肯定继续往外走。柯洁其实这个时候其实看出来，他其实手段下的是非常狠的。你看，就挤完后我先捞一票，对，然后继续往，我还活到你空里面去。其实这个下法呢，就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给对手一点活路了。其实这是柯洁的一种风格，他这个就是优势下他也不手软，他绝对不手软，所以说是柯洁的那个这个，我觉得是他特别强的一个地方。这是他现在成绩这么好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有些棋手一优势的话，就有点患得患失。没错没错。他柯洁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他就是该怎么狠。该怎么狠，对，该怎么下就怎么下，就照棋下，对吧？他不是光不仅照棋下，其实往外跳刚才不尖也是照棋下。对。他就是比那个正常还要狠。对。就一棍子就要把你打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心脏啊。大心脏。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双刃剑是吧？有的时候就容易这个翻车了。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啊，这个黑棋，因为这底下一尖啊，它都会有一些眼形。哎，对，先点。白棋先点。黑棋再粘住。粘住。现在其实棋局已经是非常跳白热化了。白热化就是突然间，本来我们觉得一步很焦灼，需要进行还后半盘观子战的一个局面，突然现在变成要杀龙了。要杀柯洁的大龙，哎，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很难哈。对，因为柯洁现在拿了黑棋嘛，一看，哎，我底下有只眼，刚才我们说了啊，有只眼，看起来有一只眼啊，对，那么呢，中府我只要现在做出一只眼，折腾出一只眼就够了。哎，可是这个，好，我们先接着看黑棋的下一手，哎，继续往里冲。那么呢，如果说真是照这么下进行下去，那白棋真的是没法数控。对，这有只眼，这个中府感觉总会有一只眼是吧？你要破眼，对啊，不管是走哪里，这里尖一尖是吧？太容易了。尖挡一挡，这个跳一跳，白眼应该是能摆出来的。但是现在这个，不得不说这个申敏俊啊，确实是还是算路很清晰，我觉得。啊，你看他这个看起来很冷静啊，很冷静。他现在就这么冷静的。但是这步棋呢，就是提了四个子。这步棋看起来哇，一下没看懂，怎么还要往这提？第一感，其实当时我看到很多这个大家的解说的棋手啊，第一感都觉得这提是什么意思啊？对啊，就是为什么不往这边下呢？这你说光是目数来说，这个并不大呀。不大，对。不就是九目棋嘛？对。但实际上呢，他这步棋是。我可以说是他这步棋是深得李世石的精髓。哦，是叫什么呢？就突然间，好像要放弃攻击，其实不是的。他在攻击之中呢，是照顾到了实地。对。那么呢，现在呢，他不光是这样啊，不是说他单纯的目数啊，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就是他不仅在照顾目标，就是你要想活，你要活得很好，才可以。你要说如果为了活棋继续损的话。那么呢，我的实体也不会差。现在白棋现在付出代价仅仅是这里。对。他如果说这边已经获得了四个子，这边如果你在活棋的过程中又损失了不少，那么呢，白棋完全可以跟你收控。这一提，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局部了。对。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啊，现在还有没有眼形？不仅是目数的问题啊，还有没有眼形呢？刚才我们说了，这白棋这个是不能打的啊。打的话，刚才我们对有一个点。有一点。点完之后，跳，哎，本来说是有一跳是吧？就跳。现在因为他挖这个打不成，现在也有跳，现在就跳，现在就是跳啊。哦，不是，我刚才看并一个好像也可以啊，并一个也可以啊。对对，你这个也很简明，对，因为跳现在他挖的话还是并这个。对，就是这个提了以后没有这个挖消失了，消失了。对，挖的时候他就并回来，并过来就行了。对。
那么就是你现在接他白棋有这样的一个手段，他是没有眼形的，长都可以好像啊，对，长也行，都行，是是是，因为这个打吃变成后手了，对，八万他接对、嗯，因为这个一提到这里，这个打吃已经没用了，对，本来是有用的，本来是搬下去是有用的，嗯。所以这一皮，那就说黑棋现在走这个是不可以的，没眼没有眼形了、啊。那么要想出也是不是考虑搬呢？这走这个也不行啊。走这个是一家，对对对，这个是很简明的下法。很简明的，嗯。那么除了这步，只能是搬、哎、有没有搬？嗯，这一搬看起来也挺像，这个也空间很大呀，对吧？啊、对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就因为你走别的都是有这个家现在不行了。啊、对，那他这一打吃就先手眼，对，嗯。但如果底下一路一搬，如果搬这个啊，那么呢就弯一个，弯一个也可以了啊。这个局部也是有一只眼的，嗯，这个没有问题，这破不了啊，这个眼睛。嗯。但是呢，白棋还有一个好手，揭晓答案。揭晓答案，白棋还有这步点，这一点是妙手，好棋。这步点黑棋实在没有办法，你尖是没有用的，尖他打这个，嗯，对。再接触他一接触，就回去了。这个不入气，不入气，嗯。如果我挡这边，这、他同样搬回家，搬过，嗯。你再打没用，这个是个假眼。对，白棋我们刚才说现在这个虽然没有交换，但是人家现已经提了这个。对，这个是后手，后手、嗯，所以白棋巨后现在。没错。那么呢，黑棋唯一最强的抵抗。这样，哎，是这样、嗯、搬的。嗯。这边有一个啊，点的时候最强就是弯这个，弯这个，那么用王瑞刚才的手段就出来了，嗯、加一个，对，加一个，嗯，你如果打吃，我粘住就可以了，嗯，我不用打劫，我单粘，对，这样的话，大家会突然发现，本来以为有的一只眼其实是没有眼的，打劫眼都不存在，这个、大深这里它的局部的算路非常的精确啊，是，就是。破眼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单提，对，就是不是直接来进攻，提掉，对，你自己已经做不出这个局部，做不出眼了。对，这个提掉是非常冷静的好手，对，冷手，冷手，你走别的反而是不好破的。这个确实是很难发现，很难发现啊，这个难发现到什么程度啊，老师，就是在过程当中，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平台都是用这个 AI 做辅助讲解啊，就是连决议都没有。估计从他的胜率推断，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应该是这个是，对吧？对，没有注意到这个局部，没有注意到黑棋搬和白棋点是没有眼的，对，应该是没有发现，嗯。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底下黑棋没有眼，那么呢，这块棋突然就一下就非常的危险了，是，嗯，所以这个一提，这个我估计一提，现在柯洁应该看到了。那不太清楚他现在看到没有反正之前我觉得从他之前应该没看到，从他往你肩的下巴来看，他应该是没有注意到。如果猜测哈，因为你总迟早要看到，对 对, 对，我猜测可能是提的时候看到了，或者是之后突然他应该提之前应该没有注意。我觉得以他们这种高水平，他就当白棋提这个的时候，他肯定会脑袋哼，怎么往这里下？哎，对，他有点困惑，他肯定会有一种下意识的说，哎，这棋很不合逻辑啊，对，很不合常理。他就会想，哎，我是不是哪里边漏算了什么？是的，是的，他一定、哎、这个地方就是你，他如果定下心来，嗯、仔细看的话，肯定是能算出来的。那他是肯定能看到。是的、嗯，因为这个如果没有眼位的话，就是九目棋这个。对对对，那么是最大的一点。就是王瑞的说法，就是如果说之前柯洁没有注意到，那么提完后他应该是发现了。哎，我猜测他是不是提的时候发现了？对对对，应该是，嗯。这一提。啊，因为我记得我好像看到这个直播的时候看到，嗯、柯洁的这个镜头啊，嗯嗯，我看到有，我不知道是具体是在哪一手棋，嗯，就是有一段他突然，我感觉他突然很就是很懊恼的样子，啊、那他应该是发现车底下可能是有眼心的问题，是的，是的，嗯，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一提现在突然发现，现在目前黑棋的大龙情况就是下面没眼了，对，必须要在这个区域要搭出两只眼来，做两只眼、嗯，啊，这个难度突然变大了，突然变大了，尖。黑棋飞，黑棋继续往里下，对，做对做活，往里下啊、嗯。那么如果说让黑棋真的在里面做出了两只眼，活在白棋空里面，那黑棋当然是可以的，对对对，没问题啊。如果现在能活的话，这个战果也是很大的，因为你是活在白棋的空里。对对对。好，现在白棋胡这个，嗯，啊，这时候局部让白黑棋下，其实他一手棋也真的是也不好摆出两个眼。
是，而且你将来要被白棋这种收刮，我们刚才说了，你要活得很好，而不是说你就是不付出代价，要付出小代价，这种活棋方式才可以赢棋。所以贺杰不依不饶，继续。这个还非常大。非常大，而且撑住啊。为什么不光是有目数，哎，厚薄？对。而且是他这枚白棋薄了以后，他有点有各种各样的借用手段，其实对他做活是有帮助的。并不是说只是为了单纯的目数。白棋现在是，哎，这是断了一手。像是打将的样子啊。对，这地方需要硬。要硬，不硬的话，这一走一般这个应该是主要出事儿。一般但是好手、这个不能吃这个，要被倒吃了。他再冲，这个地方是要出事儿的，对，就必须要硬。本来平常这个黑棋、白棋往这搬，他应该还借用到这边有杀棋的问题。我们看他这几千手，这个尖先手。那么呢，这底上面呢，有可能就会变成先手。对，一旦他这个厚了，对这个他的威胁就更不是一点半点了。就是攻击他看生命竞争攻击，它并不是那种直线条啊，它都是非常来考验你的神经。是的，是的。那白黑棋就赢在这里。那么呢，赢在这里呢，有个什么情况呢？白棋这个打是先手，虽然是提啊，这个提是无关紧要的啊，点这个。是吧？对，就是开始要破眼了。然后黑棋靠，对，继续想要打眼啊，就先提一下。对，粘上，这总是要粘的。对，我们看到这个，他断一个，他其实获得一定的官子便宜。将来就是这边有子儿，他现在当然可以保留。这个接变成了先手。对。那么还继续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收气。是。现在白棋搬。搬。这个要做出两个眼来。有难度啊，有难度，一眼看上去不是很好做。其实我看决议，其实到现在好像都是，就是给出的胜率都是比较接近的。那就说明他这一代他也是有误算。对他，我觉得决议给出的胜率有接近的话，他应该是首先的误算这地方黑棋是没有眼的。这一个，第二个呢，他就是他认为就算有眼的情况下，这个棋还很难说。对。所以说，可见这个时候这棋难度很高，难度很高。贺杰之后不仅要做活，而且根本几乎是不能损。对，不然的话，白棋光因为他这个断这边有收气，他已经有所便宜了。现在黑棋搬，搬做活，就现在就是考验怎么做活这个。这个计算量特别大，非常大。他现在就是往下来的时候，他希望是这边有一只眼，然后将来从这边跑出来的时候，能威胁到这块棋。要把白棋给分割掉。对，应该是这个思路。那么呢，黑棋、白棋就断吃在这里。一边缩小他的眼位，一边这边也帮助到这边。然后，哇。走这个，然后顺手一提掉。黑棋白棋在这边先破眼，这是他的权利。然后挤，然后先把这些走走后。对，挤的时候，现在黑棋为什么先？我看看实战，他是，顶了一手，是吧？他为什么不单粘呢？单粘上是可以啊，单粘本来没问题。他顶完以后是将来准备打这个，就是官子有点便宜。但是顶完，将来如果被人家，对，那是会亏一点官子，是吧？就如果将来被白棋比如说这里粘到这儿的话是亏了。白棋如果补的话。对这个但是他可能就是因为将来也许顶完这个有接的手段也许对这边做活是有帮助的。对。现在因为黑棋太危险了。对。现在这个看起来可能有点可能损目啊。但是可能是为了。做活的当中，对，也许会有一些帮助，对，会产生一些变数吧，就看你申敏俊是不是真的要来，对，要强杀。所以现在黑棋可能是比较危险。对，看白棋的这一系列下法，其实就是准备要杀棋。那么要杀棋，那肯定这步棋顶一个是必须的。那么看来这其实黑棋半天还是只有一只眼，这个很难啊。不好活。对，就是如果说如果正常你说先团出这个眼来，那么白棋把这个眼破了，就算打的是先手，
那这个顶还是有可能会有用啊。嗯。但是白棋就往下面跳，就是如果说这样，只能这样。说实话，真的也没有看出来黑棋怎么样才能做活，就是也看起来还是只有一只眼。对，嗯，看起来很危险。但现在白棋肯定是要杀了，因为被黑棋已经破到把大本营的空头全是破掉，双方都没有退路，没有退路了。嗯。但是柯洁没有这么下，这么下的话，白棋肯定是要强杀。对，他觉得黑棋这么下，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因为他现在走这里的是，将来是有先手的话，他还有断这块白棋的可能性。嗯，他就先柯洁是先问一问，是问问白棋。如果先走这边的话，这个定型了。对，定型了，他这边就好选择了。是，嗯，他就想看看白棋，你到底是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对。啊，也是制造头绪吧，先。但是申敏俊这步棋，我觉得是判断的还是很清楚。对，嗯，说申敏俊这个还是很冷静啊，很冷静。对，现在他黑棋加白棋判断之后，觉得我可以不杀你了。对对对，就是说现在不黑棋依然还是很危险，还是没有活，但是呢，他已经是把实地先拿住了。对，那么呢，他已经有后路了。嗯，有后路。这时候黑棋想要就是不付出别的代价就做活，我觉得这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现在我们看刚才说这个眼要找眼位嘛，嗯，就这一代是吧，可能有眼位。现在白棋搬了之后，这一代你是没有什么后续手段了。是是是是，现在出路好像就是这边的靠一靠，只有这边了。而且我们刚才他这边都保留的，将来这边有接先手，哎，啊，其实是对黑棋的这个隐隐约约的威胁还是很大的。嗯，只能往外靠，看看这个是什么情况。靠，白棋下的也很简明，他就搬。就搬，嗯，就冲。对，直接就冲过来。因为现在黑棋还需要去卖这个，这就太痛苦了。嗯，需要卖这个才能做活呀。如果你是不是有冲嘛？嗯嗯，对，黑棋呢，干脆啊。嗯，既然如此。既然如此，那就。是。对，这样的话黑棋确实是可以做活了。这么活，嗯，但是，哎，对，这活头这么活代价就是把白棋撞得铁厚，铁厚，而且就对紧了气。嗯，但是黑棋虽然也吃了不少木，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白棋跳这个，这是白棋的一个收获。白棋，对，白棋黑棋可以先手吃，嗯，白棋接住，然后那么他这紧了一口气以后，白棋黑棋只能从二路搬过，这个就确实是比较痛苦。对，啊，他就先手接住。黑棋吃回来，哎，这样子呢，黑棋是已经大龙做活了。嗯，但是黑棋付出了代价是什么呢？现在白棋，我们看白棋已经连得非常厚实，不说啊，嗯，这边而且已经把这边子给连回来了。对，其实他吃到的步数，他可能没有这边多。嗯，然后这边也白棋又把这个空全部围了，还提了四颗子。嗯，这白棋的攻击其实已经获利了。对，关键他的。获利的情况关键还不止于此。嗯，现在他还有接住黑白棋这一粘，这个突然觉得，啊，这个太严厉了，太严厉了，因为不走他去爬打劫了。嗯，而且看这边冲过来之后，这个气啊，黑棋被紧住了。嗯，这外围，对他，两边成了一个，就是说黑棋正常要硬这边的话啊，他这边先走完。嗯，先定型。定型。然后这一尖，第一尖，哎呦，这个如果你正常这样的话，他这一挤，这看起来就不太乐观。对，这个对杀，哇，白棋就简简单单的就跟着下，因为白棋手里还拿着一个劫啊。对，我们来看一下白棋什么情况。白棋最不济，白棋还可以打一个打劫是吧？赖皮劫。他就走在这里，走在这里，黑棋如果硬收气，收气，那么呢就收气。就因为这个是攻气总要收的，嗯，收气，啊，白棋一走收气是个紧气劫，是个紧气劫，啊，那黑棋肯定不行了，这个是白棋是白来了，这个对白来一个劫，还不做外面全部被收紧，对，那就是这个死了白棋也没关系，对，损失不了多少，白棋有点无忧劫的这个意味在里边了，对，所以这个非常的严厉啊，就是这边有紧气以后啊。白棋这步接，嗯，非常严厉。这一接，现在黑棋已经非常难办了。对啊，就本身不走，是下面底下一爬也是一个劫。嗯，
这时候黑棋先冲这个，但反正不无论怎样，黑棋先要把白棋这个尖了几个手段先给防住，对对对对对，对吧？这边就是再说了，再说了，是因为那边直接一个景气劫肯定就不行了，是、嗯、这眼见的是景气劫，对，先冲了断。啊，看看这个黑棋为了就防止这样的手段、嗯、他又在这边，你看这两个其实是跑不了的，但是相当于为了延气是吧，对，没办法，嗯，所以白棋这边又有收获，黑棋搬、嗯、这时候必须要补这边了，本身也大，所以白棋可能下着下着已经不用出棋了，对，确实是这样，这个但是黑棋现在这一系列的下法黑棋应该都是可以说都没办法，很无奈。那、白棋先挤一个，看看黑棋的硬手，那肯定要接住，要接这三个不能掉。对，一直在接。嗯，要求还继续的要给你杀气。是。嗯、然后现在黑棋应该是跳这个。嗯、黑棋现在因为走别的都不太好，他跳一个是先手。我们刚才说这个团是一个要点啊，就是一个杀气的要点。对，哎，这个棋谱我们请。导播帮我们调出来一下啊，到180手后面没有棋谱。嗯，这个那虽然没有棋谱，但是可以预见得到，因为他现在首先要主度，这个跳是先手，不走的话他这一拐，现在走这个的话，他这应该有一个拐的手段，所以这样的话是黑白棋是不行的，走完后他正好可以一路搬。这个棋谱应该后面还有吧？还有还有。那么呢？如果说是正常，是会走成这样啊。好了，看到了。正常是走成这样，然后黑棋要把这个要点给卡住。对，这个现在应该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下的。对对对。现在呢，大家可以发现，黑棋为了避免这个啊，那么现在可能应该是个缓气劫。哦。从紧气劫变成了缓气劫。对，是缓劫，那黑棋应该是不用太担心了。嗯。但是呢，他为了这个首先一个环节呢，这边损失了很多，对，尤其这个两颗是死了以后被拐吃在这里，拐吃了补了一手。这不光仅仅是现在白棋这个退变成了先手，底下也马上要搬，这个被搜刮，这个肯定还得跳，对、嗯。然后白棋把这个给挤，嗯，所以他这个靠说损失还难说，因为不靠的话白棋也不会走，嗯嗯。白棋把这个给，因为不走的话，这个打吃完一接住，这个、好像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你还好有先手八目啊，很大。不是还好，先手八目还是很大的。这个，但是他可能先走的时候是可能是个后手啊。嗯、是。嗯，那边因为太大了。嗯。白棋把这个先手八目给占据了以后，黑棋现在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地方了吧？黑棋提这个。这边是一个先手的味道、嗯、啊，白棋吃，保证那个下方没有棋、啊、嗯，这边是将来是什么情况呢？如果说要想出棋，比如说走这个，一下来，一这个，这个是，然后再贴这个，嗯、啊，看起来好像还是挺有味道的啊，然后白棋可以先把这个铺掉。你把它就全部都先打，把气打紧。现在走别的他一提不行啊，只能接住。然后把这个接回来。这边是无论吃在哪里啊。嗯。再吃这个，这是先手。学上。再搬这个。走。玩这个。啊。王老师现在看看王瑞怎么杀。又要考我死活题、嗯、啊，这个点一个吧。是。点一个。点个接触的话，一接下面是说不出眼的，对，嗯，那么他走这个的话也比较简单，对，冲一个打就行，冲一个打就行，嗯，好，那么呢，现在就局部是黑棋是进士，对，都没有棋，没棋，你这个下法是黑的也不行，孙敏君这时候因为手也不软啊，是呀，手不软，他就是吃在这里补，嗯。这个，那么呢？现在这部打吃也是一部很大的关子。哎，嗯、现在要九零，看看。嗯，白棋把这个接住，是吧？没有。啊，没有啊。嗯。
白棋是走哪儿？白棋现在没有什么有很大的关注。在哪里应该交换了一手？看看啊。嗯。哦，立下来。哦，对，立。就是至少是他立收五目的一个官子、嗯、啊，就是不走的话，他搬来也是立收五目。对。又安全。黑棋往外接、嗯、这个。然后白棋搬这个。搬。结束。嗯。这个呢，这个冲不成立，而且你不走的话，他有扑了扑。对，他单粘。嗯，单粘。白棋把它接住、嗯、就是可以说是把这个最后的毛病给补掉了，对，补得非常的结实、嗯、黑棋走这个跟交换一手、嗯、这个是应该就是本局的应该是最后一手、嗯、是的是的，这盘棋我觉得这个目数来说我就是应该是不用再给大家再数一下目，对，因为从这个进程来说我们看到白棋是这边控基本上都守住了，都守住了，而且守得还挺大。现在大家看看，从这全部都吃进来，四颗也提掉了，对，这边也都吃掉了，嗯，这边还有一点，这里的全部都连回家了，连回家了。嗯、对，我们看一下最后黑棋的这个里角里，这个里边是一个缓气劫，是吧？这就算是不要打这个缓气劫，即使都算是黑棋的控啊。对，就黑棋就是以后就是收气肯定要收的，是把它提掉。那么黑棋就是这块棋还依然是差不多的目数、嗯，所得的就是。多了中间的空，嗯，那么呢，这个将来这个地方一路搬的话，大家会发现这地方这个目数这个会萎缩的非常厉害，对，所以这盘棋最后结果是申敏俊是中盘胜，对，那么对申敏俊来说呢，现在就把比分追成了1-1，啊啊，对，哎，战平了，关键，明天呢也就是会决胜局了，迎来一个决胜局啊，嗯嗯，应该说对两位棋手都有机会，是、嗯，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见证这个柯洁、嗯、是吧，获得他的自己的第九冠。啊，那么好像啊，现在他这个柯洁赛后还有一段这个采访，我们也很想去看一看啊，听听柯洁是怎么说的。嗯，今天是不是没喝冰咖啡啊？有可能。今天这个棋主要是，哦，我昨天一直看错了，我以为那里有一个眼，好像是发现有一个眼都没有那地方啊，我对有错觉出现了。就左边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错觉比较严重，到后面才发现的时候有点晚了，对。那看来确实没喝冰咖啡。我觉得主要是棋有点问题。嗯。今天再讲讲这个今天这盘棋大致一个过程。啊，前面感觉自己形势还不错，但是后面出现错觉以后，然后突然就觉得小心是不太行了，因为在我的原计划，我那个地方我以为有一只打劫眼的，后来发现是一只眼都没有，他不用打劫的，然后所以说这个地方判断出现失误，然后棋就很难下，然后后面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我觉得。觉得那个什么，这个申敏俊今天发挥的怎么样？今天对手下的很好，那赢我肯定是很好的，对吧？所以今天反正对自己的发挥非常满意，好像有一个地方一直出现一个错觉，就那个原来一直以为是有一个半打劫的眼，哎，这个棋还是状态不是很好，还有问题，对对对。那接着明天就要决胜牌了，有信心吗？啊，5-5开啊，没什么信心。对，嗯，主要今天出现的确实是比较低级的失误，我现在还在想着那个为什么会出现那个失误。对，嗯，好，谢谢，嗯，加油，明天。啊啊，啊，刚才看到柯洁的这个访问啊，好像他也是说到了，确实是在这里，他应该是有个错觉，是吧？跟我们刚才因为从他下法来判断，应该是一致的。嗯，也是可惜了，在这个第二局没有说一鼓作气2-0拿下这个自己的第九关，但是这个。对棋迷来说是件好事啊，他还可以多欣赏一盘棋啊，而且这个让韩国棋手多赢一盘嘛，是吧？也没什么不好。不过这个第二局从这个内容上来说，我们觉得与其说是柯洁下的不好，我觉得反而是应该说是申敏俊下的好。哎，真的是，就说第一局啊，柯洁赢得非常顺利啊，对，就我们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大申好像水平不过如此啊，会有这样的错觉，是是是，这个错觉不行，不要不得啊。从第二局里面就可以看到，其实大申尤其在后面那个进攻的手段，真的我觉得是
可以写入教科书了啊、你看这个各种先适应手等等嘛，然后又是公儿有。不一定要非要杀你啊，这种。而且他在第二局这么一个背水一战的心理压力下，他还能，你看下了很冷静，很沉稳，而且在这种提啊、一些收缩啊，而且判断的也非常的精准。对啊，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任何的对手，是吧？没错，没错。当然柯洁确实是因为忽略了这个，如果说他知道这个地方没眼的话，应该下法肯定是会有所不同。那时候其实还是。两分的一个局面啊，是的，是的，也是算是比较可惜吧。嗯，不过刚才从这个局后的采访，我看柯洁好像也是迅速调整了状态，是吧？没错，也是坦然面对这个胜负。对柯洁来说，经历了那么多次大胜负，对对，这都不算什么。对，我觉得是一个优秀的棋手，他就要有一个这个大心脏，对吧？没错，没错。那么明天呢，也会是 LG 杯的决胜局，最终。也会产生一位这个 LG 杯新的冠军，新的世界新的 LG 杯冠军，因为他们两位啊，不管是谁，都是第一次拿 LG 杯的冠军，那么这个悬念呢，也会在明天揭晓。好啊，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也是会在这个天元 H 频道3:30继续为您直播 LG 杯的决胜局。好的，那么今天感谢刘晶老师做客演播室，感谢围棋界的女神，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再见。